主动的，他这一包就等于你慢跑3公里的运动。他们有出胶原饮，韩国女生孙艺珍。他都在喝，他呢其实有非常多种口味。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他的焦糖玛奇朵口味，他有专属的摇摇杯，你把它倒进去之后 shake 8秒，它完全就 shake 完，而且它跟奶茶那种味道一样，然后还有淡淡的咖啡香。这一包只有100大卡，所以非常的低热量，吃进去的东西。其实它会囤积在你体内，你每天那么晚吃这些宵夜，一直囤积，一直囤积，它你就会一直往外发展。我都发现，里面有这韩系的美型的酵素配方，它就可以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这些负担呢，切成很小很小很小的分子，就会很顺利的排出去，就不会囤积在我们的体内。而且呢，它就可以做到这个加强代谢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他可能觉得我体态维持得很好，可是如果你没有运动，你有发现你的肉是松垮垮的，你没有任何的线条，可是它这个配方呢超级无敌酷，它可以呢帮你的线条变好，气色也会变得很好。这个不是懒人的福音吗？很赞的是，包括呢这个优蛋白，然后维生素、矿物质或藤黄果的植萃，包括这个纤维哦也都在里面，所以很多的营养元素通通都在这一包里面，所以你不但可以维持好你的体态，你还可以补充满满的营养。